上千，现在你是最 lucky 的人。咱的泰式柠檬猪肉干吼，员工是咱这五年来咱公司成长的一支明星产品吼。咱的泰式肉干吼，食落安尼酸酸咸咸吼，啊，愈食愈刷嘴。别人的产品食落咸咸甲反麻，但是咱吼食落食着咱这个泰式肉干吼，食落安尼咸咸安尼，让你很过瘾以外，迄个咸真紧就退掉啊！迄个退掉以后，你真紧就会想要阁刷嘴、刷手，阁摕阁继续食。吼，这是咱五年来第一名的产品。咱原料买回来，不但选最好的原料的肉香以外，我们自己设实验室，我们有七名的品管人员，每天对咱的品质，每一批货进货，一直到生产过程，到生产成品出货，拢员工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程序来跟我们品质做把关。要买咱的产品，要过口味要办会着，就是爱来咱的店面。所以讲，咱已经伫台北市、甲台中市、彰化已经开十间店了，吼啊！主要吼，咱来这开店的目的吼，就是要甲产品搬来咱门口，让咱就近购买。